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ソーラーガード。再社鍵館。哎，明山，我给你哟。泰山，我们一定要在大太阳底下泰山嘛。桃架爷爷，水人过四面。今天开这台小宾利，这个我们已经整理差不多了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影片。然后要去干什么？你看今天太阳啊，刚好，哈哈，对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你要妈叫我晒太阳了。对，今天又有干爹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一看就是当时这个贴的是比较便宜的隔热，前面也没贴，有没有？只有贴一条，要贴就是贴整片的嘛。啊，这个旁边一看就是它已经开始起泡泡，然后已经呈现一种黄绿色了，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褪色。有一些隔热纸哦，它是用这个染色的，刚开始的时候哦，贴上去好像阻隔红外线的。对不对？可是慢慢药水退了之后，它就没有隔热效果，而且会呈现一种那种黄绿色的，好不好？不行啊，我们这样讲下去，后面观众不想看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们的观众会这样吗？我们的粘着度这么差吗？我们粘着度蛮高的。水喝少一点就粘了啊。对。好不好？好，走出吧，走。我今天真的很热哎，妈，冷气已经开到最强，风最大了呢。代表隔热没什么屁用。有啦，还是有一点点用啦。我对隔热只是没有研究，我就是看透光嘛，看颜色，然后看价钱嘛，我就选。可是事实上哦，像很多人现在买新车有没有？他都是啊，反正业务随便送，他是用一些原厂的，他就随便贴，反正送不用钱的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以前哦，我真的有坐过朋友的车子哦，他贴那种真的是很贵的。我、哦、那个真叫我擦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等一下我带你去贴这个苏乐家的，你就知道了。Solar Guard 啦，这个是一个美国的知名的品牌。其实我已经选好哪一张了啦，因为这次这个干爹有让我们选啊，一定是前后。丢啊，赶快介绍，当然爱三选二的呀。你不要看我们卖中古车，其实我们的隔热纸贴很多。我们隔热纸真的贴蛮多的，因为真的贴到不好的隔热纸，有的车回来吼，我们就要全部撕掉，全部要换，那全部都要撕掉了啦。苏乐家它是世界前三大的制造商，五角大厦、雪梨歌剧院，屌了吧？都有用这个苏乐家的产品，百分之百是美国制造进口的，还有通过这个国际无毒认证 MAS 美国皮肤癌基金会，好，还有 EPD 产品环保宣言，高达21项的国际认证，我们就亲身来这个尝试一下嘛。啊，真正好用，品质好，我们就可以推荐给消费者来做使用。好了，那、啊、到了哈，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好，他们现在已经在如火如荼的展开我们的小宾利的一个改造计划了。那我主要有几个特点嘛，总隔热率啦，好，透光度等等等等等等，那么多功能以外，我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这张纸能不能提升我整个车子的质感，如同宾利般有质感。对，所以高级车玻璃的颜色也相当的重要。啊，你那玻璃凹凹槽槽，那个颜色反光的那种感觉，折射的感觉，看起来像是那种很廉价的隔热，那就没有办法提升整台车的质感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进去看一下这个纸张的状况，走。你看他现在在撕这个后挡风玻璃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哦，它有这个除雾线。这个我讲实在话，讲良心话，这个要蛮高超的技术。可是我告诉你哦，通常这个不是技术好不好的问题，你有时候真的不小心，这个除雾线真的会焗焗吗？会焗焗，不是，因为它这个也是粘在上面的、啊。嗯，你原本的隔热纸就是有粘度的东西。对，所以你在撕的时候，不管你怎么烤，它都有断掉的机会。每一个厂商，不管它是经验老道还是菜鸟，都一样，它一定会告诉你说这个。出现在撕纸的过程中，一定会有断掉的风险，因为这个可能跟你前一次贴的这个品质，或者是它的胶的状况有关系，还有。也会跟这个当时这个新车制造商除雾线粘的这个强度也有关系。苏乐家的品牌，对，然后前掌是贴他们的纳米陶瓷膜，毕业跟陶瓷，哦 ，V40 吗？对，然后对它的特点就是它的色泽很好看，然后它清晰度非常好。透视度的意思就是，比如说阳光经过这样隔热纸之后，提升到38的亮度。对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透视度。哦、okay ，然后一般前掌贴的隔热纸的透光度，我们都不会低于40%，很重要，低于40%。对，现在大部分的人的搭配方式都是前掌是。40%的透光度，然后车身大概是在20%，那这样搭配的方式就是哦，对啊，我记得有的车身选到15%的嘞。对，那个晚上在开车的视线会比较暗。但是其实很多人，我看到很多那个网络上很多人讲说啊，反正车身没关系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你要看后照镜，对不对？
你还要看这个西柱外面盲区那边啊。对对 对, 對。所以你喜欢欧力马矿没丢啊？我们今天选的是这个 LX25 的，它的透视度是30%，总格65，然后这个是车身的部分，然后我们前挡是这个 V X40 是这个高隔热不挡讯号，它的总隔热率50%，透视度38。其实金属的还是有它的优势，对不对？是，隔热纸大概分成两大类，隔热的方式。对，像这种陶瓷型的，它就是吸收型的隔热纸。对，它隔热方式就是它把热吸在隔热纸上，对，再靠空气对流把那个热源带走。对，所以它在体感上它的热传导会比较热一些。哦，对，但它优点是因为它不含金属，所以它不会阻挡你三 C 设备的讯号。像这种金属的隔热纸的话呢，尤其是舒乐家的 LX， 它这张比较特别，它隔热纸的厚度是一般隔热纸的1到2倍厚。哦，是哦，某为了防爆吗？还是对，它等于、它等于是一张防爆隔热膜。然后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卖点，就是它在这张隔热纸里面建筑了14层的贵重金属。哦，14层贵金属。对，所以它的隔热方式是用反射的。哦，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，你的传导热会比较低。所以你看啊，现在其实已经都不会再写什么什么红外线、紫外线的，所以重点我们是不是就放在总隔热率跟透视度上？没错没错。我们在来的路上，我是不是讲说车内的那个反射？对，所以它有一个叫做内反光率跟外反光率。内反光率就是里面会反射的那个几率啊。对，我们选的这 LX25 在这边有没有6%？你知道6%概念是什么？你不知道对不对？观众朋友也不知道对不对？看小市长知识。我跟你讲要不要反光率？来来来，加来加。我们刚刚选的是不是 LX25 6%？内反光率就是从里面要看到我的手，对不对？那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灯嘛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告诉你哦，玻璃是几%你知道吗？玻璃是几%？8%。也就是说它贴了以后它的内反射比玻璃还要少，那你就知道这个的那个6%是有多小。之前跟阿呆拍那个 AA200 的时候啊，里面那个气氛灯有没有？有啊，那开到隧道里面镜子全部都气氛灯，老师全部都反射，那个对开车真的影响蛮大的。所以这个一般消费者你会去研究上面多少红外线隔上面无微博，你绝对不会去看反光率。所以我就提醒大家这个要注意啊，有内反光也有外反光。所以像你看 LX25的这个外反光是9%，可是我坦白说，外反光太大也会影响到自己开车。可是，一般人没有在注意这个，因为外反光影响别人比较多，有没有？你像那种镜面的那种很可怕。对啊，所以其实大部分都会看内反光比较多。然后要记得哦，你要看的不要看什么什么红隔红外线率、三倍率，你要看总隔热率。太阳光啊，里面有53%是红外线，44%是可见光，就是我们看得到的。而且，我。我行也是可以买格子啊，你可以啊，差不多了吧？可以了，对，明天就可以买。哦，所以它这个要你要看全部，而不是说有些他会去抓红外线的某一个波段，说是99%，然后拿到这个卡多鲁普上面，他就干嘛？哦，哇，99%那就管了，好啊，好啊，不买这好啊。好，一定要看总隔热率。好，我们刚刚教大家的好不好？这样大家会选隔热纸的吧？那再接下来就是，我觉得你还是一个重点，你要选搭配你车子颜色，这是最重要，颜色是最重要的。隔热纸贴到最后就是你花了顶级的价钱，你买，然后你把这个什么透光率什么全部都选很好，接下来你就是要选你适合你的颜色，你喜欢的颜色，你喜欢反光，你喜欢稍微黑灰一点，你喜欢透一点，都是可以选。你看有的很透啊，有没有？看这样超透的，有没有？对，好好好，那不是啊，是玻璃啊，当然。而且你隔热纸贴得好，我跟你讲，可以延长压缩机寿命，因为冷气就不用一直打。我跟你讲，大家都这样讲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讲对啊，你讲对啊，你讲对啊。可是我跟你讲，隔热纸贴的还可以促进夫妻生活的美满跟和谐，信不信？好，那今天也教大家怎么这个选择自己适合的隔热，就是我刚刚讲那几个数字，挑对颜色，挑对搭配你车，婚姻生活美满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ソーラーガード、再車鍵館。好，搞定了，耶、yeah. ，来吧 ，OK。接下来要什么好东西给我 ？OK， 舒乐家隔热纸呢，它提供6年的保固。对，6年。对，那保固的内容呢，很简单，就是非人为因素，比如说你可能隔热纸的表面有刮伤、擦伤，或是玻璃受到外力撞击破掉，这些都是外力造成的。哦，对，就不在保固内容内。那基本上排除掉这些原因都有保固。再来就是我们现在车子施工完了，对，然后哎、欸，对啊，教观众朋友，你去外面贴好隔热纸之后，他、叫我检查，我是要检查啥？一般都要注意什么地方 ？OK， 就是我们在贴隔热纸的时候，就是里面如果有夹杂一些异物，看到咱手机贴膜啊，看到来贴沙子什么的，对，那其实我们的标准是说，比如说它的异物过大，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相对干净的环境、欸，但是我们不是在无尘室。
当然。对，然后还有空气中漂浮的粉尘，它夹杂在隔热纸上，看起来就会像是一般消费者说的气泡。哦。就是一些小点。那我们的合理范围是说，比如说一个区块里面，对，它可能有密密麻麻的，对，很多，那那个就是不 OK 的。哦。我们就会把它换掉。可以看得到的程度这样。对。那有没有什么要注意边边角角还是什么的？对，就是你贴完之后看，就是比如说边边角角的地方还没有粘的牢固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隔热纸刚施工完的时候，里面会有一些水汽。啊，会有一些水汽。对，就是你可能开出去，你会看到有一些白白雾雾的东西啊，因为那是我们施工完残留下来的水汽。那因为玻璃跟隔热纸它都有毛细孔，那那些水汽会进入毛细孔散掉。然后要注意的事项就是贴完之后车窗一个礼拜不要升降。哦，对，这个最基本的常识，好吧。然后后挡风玻璃的除雾线的功能一个月不要开启。假设我们回去两三天一个礼拜，觉得哪里要修正的 ，OK， 都可以回来找。基本上就是我们会常常发生一个状况，就是我们隔热纸刚贴完，然后客人车子开出去之后，然后车窗就升降到了。那会怎样？它可能隔热纸会浮起来，或是整张跑掉。对，那这个情况之下就不要去动它，开回来给我们做处理。不要自己乱动。对，没错没错。想办法贴回去，还是交给我们专业的比较好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还是 OK 的，这比较常发生啊。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非常是谢谢高老板哈，这个盛维隔热纸很高老板帮我们讲解这么，真的很专业。我真的没有看过贴隔热纸可以把所有的这个数据都背起来，我够厉害呢。那我看我做这专业没啊？我今天问他几乎问题，他都是不用翻资料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只要一问，他就马上头脑资料就讲出来了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蛮专业的。那当然也欢迎大家有需要哈，也欢迎来到这个盛维这边来跟高老板请教。我相信他的专业应该可以解决消费者蛮多的疑问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谢谢高老板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小志哥，谢谢。感觉如何？感觉的话呢，会觉得这个白天不懂夜的黑，这个就很明显，因为我现在窗户不能开啊，其实会有色差啦。刚从外面到进来，其实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色差。对，可是我是觉得视线比刚刚那个还通透很多。外面的颜色不错啦，哦，如果天气好，然后就有一些树影，有没有？阳光、沙滩、比丘尼啊，不是，沙滩跟比丘尼。不要乱开人家玩笑。我讲过，我以前真的没有在研究隔热纸，你知道吗？我干嘛得急开的地方？因为这一次有 Sugar Daddy 嘛，所以我就研究了隔热纸，对不对？那下一次如果有这个轮胎的 Sugar Daddy， 我可能要研究一下轮胎，好不好？所以希望这个各方的这个 Sugar Daddy 哈，有东西想要让我再增加我的知识跟尝试的，对不对？欢迎来找小石，好不好？那我还是要讲一下哈，我们的舒乐家的这个 VX 系列是 IWFA 公认的总隔热率哦 ，TSER 叫做总隔热率高达63%。那第二个就是拥有比这个 DNA 还小的奈米陶瓷的涂布层啊。第三个，对于这个全波段的红外线的阻隔，可以表现有96%哦，这个算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表现哦。然后可以隔绝94%的一个炫光的几率。第二个就是顶级的隔热哈，它虽然有顶级的隔热，但是它还可以保持清晰透亮啊，也不会有炫光。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内外的反光率啊。第四个，尊贵的材质哦，24K 的金银啊，还有这个氧化铟，耐高温永不褪色，所以它敢给你6年的保固。6年保固哪？你车派去啊，隔热纸够够够，没有什么车6年就坏了啊，没有，搞不好你买的是很老中古车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其实，在台湾这种气候，其实隔热纸真的是蛮重要，跟雨刷差不多重要，甚至比雨刷还要重要哦。哦，他有说这个刚高老板有讲哦，这贴这一张纸的话，他都会要求客人一个礼拜后要回去让他复检，所以我们再来这一个礼拜之后还要再让他回去再复检一下，因为他说这张纸比较厚，所以它防爆效果很好，但是它非常难贴。我刚刚有讲他们在那边夯好不好？其实真的没那么好贴，我刚刚在现场看真的蛮厚的。刚刚被大几牛压颗粒，我刚刚就高哎。哦，他说这个防爆就是要2米以上才有防爆，然后他们得到车身到3米。我真的觉得隔热产品也很重要，可是我觉得贴的店家很重要。好，你譬如说打个光号，比如说我们随便讲啊，哦，雷瑟斯的车很棒啊，问题来了，你要买雷瑟斯二手车，你要跟谁买？哦，你如果跟小狮汽车买，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比较安心。相较之下，对吧？你去一下一堆，你别搞相妹，来找一个有保障，我就比较好了，好不好？舒乐家赞，好，谢谢 Sugar Daddy。那这个看小狮长知识哦，希望今天这一集有让大家吸收到一些选购隔热纸的知识跟常识啊。虽然这个我们有 Sugar Daddy， 可是我们主要还是要让大家知道隔热纸要如何去选择，要注意哪些地方。那这个包含这个隔热纸，其实它里面的妹妹嘎嘎水也是蛮深的。
价差真的超大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哦，反正我是觉得这个真的也要做蛮多功课啦。如果跟我一样是比较懒惰的观众朋友，你就第一个选厂牌嘛，再来把那些数值，我刚提醒大家注意那几个数值，什么内外反射啊，什么透视率啊，什么总隔热率啊，好、哦、注意好、嗯。然后再来就是选店家，看预算，选颜色，就这么简单了。就好，对。果然，琳琅满目，不知道选哪牌。要选什么？选自己家。好不好？进货买，等货买，打开道庭货买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